個衰仔咧，整咗亞麻整病，俾你副碌入咗間英文小學，你仔喺學校講中文，搞到俾人投訴，仲要俾人踢埋出校添。間學校又係曬 gas， 屙不甩，污水上都有一半係英文啦、啊，點解咁嚴得噶？牛嚟啊，衰仔！下一位，係係係。校長早晨。校長早晨。我叫心仔。校長，少少意思。咁、哦、樣樣啊？平嘢嚟噶，平嘢嚟噶。歡迎歡迎，歡迎參加杏壇小學嘅小一插班生面試。頭先兩位係打咩車嚟嘅咧？巴士。哦，公交車。如果每朝都要逼公交車翻嚟上學，都特別唔方便。係咧，心仔，上次同爸爸去旅行，去哪兒啊？喺大美都踩緊車。哦。在大美都騎自行車，即是冇出過國啊！校長啊，誒、欸，稍安無躁，為咗同西方接軌，校方會定期舉辦交流團。咁如果小朋友有出國經驗嘅，就會比較容易融合咁啫。小學生就有得去鬼佬嘅地方啊！哈，森美老師，我諗你誤會咗啦。西方係指中國嘅西方，即係山西啊、江西啊咁樣。喂。是咧，心仔，今年生日收咗几多钱红包啊？喂，校长，你冇奶油嘅，呢啲问题同佢本身能力有咩关系呢？其实我哋搞教育嘅，都系希望培养小朋友嘅素质，为佢哋打咗个全面嘅学习平台，而要向佢哋方方面面嘅发展提供有利嘅条件，对小朋友嘅背景成分当然系非常之有公众关注啦。我刚才嗰啲都系倾下闲偈啫。既然心美老师你咁赶时间，我哋正式开始面试啦。心仔，准备好未呢？那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啊，校长啊，乜唔系中文面试咩？对呀、啊，对咩对？中文嘛，广东话嘛。啊，这是因为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因为我想用国际高端教育课程，用普通话学中文，平衡道理，所以我校决定加大力度，优化面试。啊，校长啊，啊你系咪黐咗种制啊？咩高端打造，加大力度，高度关注，仲犯个梵蒂冈啊？啲中文嚟嘅咩？平时人咁讲嘢嘅咩？你呃我膝头哥食辣椒酱啊？哦。我知道我识徐心美老师的儿女，成日都要优化优化，优富我知，我哋香港人嚟噶嘛，由细到大都讲广东话噶嘛，点解你要夹硬迎合人哋嘅标准，讲埋啲冇人味嘅中文，问埋啲九唔搭八嘅问题啊，真系好眉好眼生傻傻。其实校方我都着紧心仔嘅前途噶，我想帮我揾间好学校啊，但系明明入小学好平常嘅事啫嘛，你哋系要逼佢哋赢在起跑线，搞到啲小朋友冇晒童真，正一团暴灵魂啊你，唔明啊？即是说你都不鬼啊。你讲咩话咩话广东话啊。仔我哋 peace。心美老师。我唔系你老师啊。一句啫，放返记录在案，唔知道唔可以留低返份礼物呢。